Now we will have a brief panel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three presentations made by the 现在呢，我们就以上三位发言人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话。现在我想邀请武琴法师 Scott McGrath, Scott McGrath, 还有 Barry Sheehan 博士，还有 Ali Martel, 还有哈尼夫先生上台进行讨论。And if you,Anybody who would like to ask a question based on the presentations, please raise your hand and we will send you a mic to ask the question. And I must say that this discussion must stop at 12 noon sharp because at 1 o'clock sharp, we are going to have a live media conference, video conference. And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Toowoomba, Queensland,Will be joining us in this live conference, and we would like everybody to be back sharp at 1 o'clock. We want everyone to be back in Australia. The chairperson of this panel discussion will be Mr. Muhammad Hanif, Pure Land Learning College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Would you please now proceed to the stage? Venerable Wu Chin, Mr. McGrath, Mr. Barry Sheehan.Sally Martel and Muhammad Hanif. Thank you very much, my brother, for calling upon this panel discussion. Now I'll try to maximize the time that we have.我们尽量把我们讨论时间呢限制在半小时之内。我们的主持人他说了，我们一点钟必须回来，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实况连线，在图文巴的图文巴市的市长。刚才 Barry Scott, Barry Sheehan, 还有 Scott McGarris, 还有 Ali Martel, 以及还有物品法师都在现场。Gone through this program with us, and they have covered certain aspects of他们讨论过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对话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社区媒体的重要性，还有呢，我们要如何发动社区这些问题，他们都讲过了。当然喽，我们没有最完整的一个答案解决方法，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会谈，在我们斯里兰卡这里的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在新斯里兰卡的人民，你们都经历过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希望在这半小时之内呢，你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提供一些想法，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跟你们更好的学习。我们想在我们回去的时候呢，我们想得到你们的知识，得到你们的智慧，这就是我们进行对话的目的。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请大家积极的发言，你们的问话呢可以针对某一个人进行问话，或者是你们有任何的见解想法要讲的话，你们也可以讲。我希望真诚希望能够从大家身上学到更多。我想大家你们都是一个明亮的蜡烛，因为你们呢能够照亮别人，那与此同时呢，你们呢又是在燃烧自己，所以呢，你们是一根蜡烛，所以你们燃烧了自己。我希望你们能够照亮我们，给我们更多的启发，让我们学习。我来先提一个问题，大家可能都比较害羞，不敢提问。我是从图文巴来的，我是图文巴青赛委员会的，我跟台上的这些人密切合作。我想问艾迪一个问题，我跟艾迪呢会谈交往的过程过很多，你的专业是社会媒体，我们都知道 Facebook 这是一个非常
流行的一个媒体，因为我现在就会从 Facebook 上跟我的孩子获得信息。艾莉，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在图文吧以及全世界的这些社区人，你们如何让年轻人了解并且参与，多多参与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对话？我们要如何让这些媒体呢变更好玩，甚至是有江南风格的呢，让这些孩子呢更能够积极参与？啊，这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大家能够追寻追着潮流。我想呢，有些时候我们会问孩子们，到底他们认为什么样的媒体会更好。在图文吧，应该在十二月份我们会有一个论坛，跟年轻人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还要通过教育，我们的学校教育学校的系统，我们必须要融入或者是参与，让他们学校知道如何最好的利用 Facebook。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Barry 可能能够多谈这一点。但是关于怎么样让这个 Facebook 更好玩更有意思呢，学校呢，他们每几分钟，学生每几分钟都会在改变。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吸引学生们来做这些事情。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之前呢有个非常好的社区。过去十年来呢，台湾改变很多。现在呢，在图文吧，我觉得呢，这是个美丽的世界，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能够听到 Armstrong 刚才那首歌说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你们的地方好像也是非常美妙的。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位女士是从媒体来的，媒体人，还有警察，警察也在现场，还有是为社区服务的人。我想从你们这边学习，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启动，让社区走向正确的目标。在我的国家，那里有太多的话，专业术语，他们号召人民能够动员起来，所以大家有不同意见呢，都用不同的口号。在大家的会谈当中呢，我们要通过把辩论改成对话，可能这是第一个口号。今天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讨论多元文化和宗教以及和平。但是呢，我们想从大家这边了解一下，你们有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来开始动员社区、动员群众？关于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当地，我们有好几个社区，不同的社区。社区他们都相对独立，有些人比较穷，有些人比较没有钱，有些人有钱，他们都住在不同的地区。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把他们汇合在一起的这个意思。我们要进入他们社区，跟他们学习。虽然说通过我们的这个亲善委员会以及图文吧的温馨晚宴，大家都可以来。我在用晚餐时候呢，跟他们就在一起，跟他们会谈，听他们的故事。但是呢，我并没有不说他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通过这样方法就能了解他们。我认为我要很细心小心。我们不要把他们塑造成同样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重点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他们，然后呢，告诉他们我们的方法。如果他们不喜欢，或者是不适应我们的方法的话，那么我们会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的观点是，我不能改变他们，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所以，我是希望通过我以身作则的方法来改变，来为他们做引导。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sked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re.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这位台湾的这位朋友问得非常好。在大家记得在总统府的时候呢，总统先生马辛达·拉加帕克萨总统先生他说了要不断地进行对话，这是一个不断的需求，长期的持续的需求。我们稍后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做了什么，这是在午饭之后会具体的跟大家谈，希望大家到时候也会来前来出席。这样的话，如果你现在呢，如果大家看看桌上的一本书，这里面介绍了我们做了哪些事情，以及我们在这个和平与和谐路上是如何往前进的。非常感谢您，请您下午继续关注。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在图文巴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是60、70年代在图文巴长大的。有一件事情呢，目前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社区，就是说我们的社区呢是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多元化。60、70年代的时候呢，在图文巴呢非常单一。可能我们可以说他们是非常的这种种族歧视的，都可以说目前的图文巴呢已经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容忍，非常的多元化，文化种类很多，人种也很多。哈涅夫先生，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哈涅夫先生说我们的净空法师他的目标是要图文巴变成一个和谐和平的社会。我跟哈涅夫先生说你应该从一个更容易的地方开始做才好。但是呢，我后来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图文巴呢非常能容忍，能够接受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I think it's also because we have organized a lot of programs as well as we have many events, and we have many religions. We have every Saturday,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vers come to the Pure Land School. They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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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to the Pure Land School. 我的问题是关于对话的。有一位发言人讲到，这如何使用对话来建立和平或创建和平，或者是作为和平的一种解决方法。在我看来呢，对话的意义在于两点。第一，使用对话，有没有使用对话来改变别人或影响别人，并且把他们改变他们思想，和我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对话当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们在进行解决冲突的时候，在解决冲突想找办法的时候，在国家这个级别，有可能呢，很多人会有很多对自己的思想有很多的偏见或者有成见，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教育来解决这样的困难，特别在我们的国际外关系上经常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冲突？刚才有没有看到您，所以现在我知道您在哪里了。感谢您的问题。我认为呢，这是要我们要从自己开始。如果你跟
你知道了对话和辩论的不同点的话，辩论呢是我们某个人要极尽全力的来辩解自己的观点，那么对话呢是想通过对话来增强自己的意识，增强自己的认识。和平呢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有个开放的心，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我们就会不断的学习，增加我们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获得改变。我从我自己开始改变，别人从自己改变，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和改变。我们最低点是我们必须从自己开始改变，我们不要进行辩论，我们要进行对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问题会不会真正解决，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职责呢，在社区的职责呢，我当然我是一个父亲，我经常会面对冲突的情况。如何解决冲突的问题呢？如果有两个人在冲突，他们都很生气，并且很积极、很主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只会升级。我们必须把他们分开，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安静下来，之后再进行对话，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对话。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呢，他们一直往上，或者说一直升级，他们不想对话。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改变他们，我们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给他们一种好的榜样，并且在鼓励他们在不同的时候进行对话。如果我也跟他们一样的躁动或者是不安的话，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对话解决问题。刚才哈尼普先生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做了一个范例。在我们的温馨晚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些团体呢，他们不能够来进行对话，哈尼普先生就不断的尝试，他会坚持邀请某个团体一次两次，一直到四次五次，直到哈尼普他们感动了我们的努力。得到感动，他们才会来。所以真诚心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对方能感到我们的真诚心，他们就会改变，会接受。我们把他们搞得累了，他们就会屈服了，就会同意了。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不要对一个人讲话，你要跟别人沟通。是第二点呢，看看对方的感到安全的范围是什么，你要必须创建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范围。我的中心点，我的一个适中范围呢，是我跟大家在咖啡店见面。咖啡店呢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是地方，并这样的话就不会说我想改变你，我想把我自己呢，我有主导的地位，我会带他们去一种中立的地方，咖啡店。我跟悟勤法师同意他的说法，我们很荣幸呢，在我们的净中学院呢，我们很荣幸有净空法师这样的领导人，他非常的谦逊，他会听你的话。他这样的话很激发了我们的想法，并且我们会学习像他一样做。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愤怒的感觉，我们不能够跟别人有同样的心态，但是呢，我们都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是我们的一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问题，并且把你们的过去几天呢，我在斯里兰卡的
媒体，我看到你们的总体，他在喝一杯苹果汁，然后有一位女士，她跟这个小孩呢跟总统讲话，我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对话。这位总统呢，他就把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我认为这个样的举动非常好，这是太好了，这就是在对话。这个总统呢，就跟这个女士跟他的孩子在讲话，而不是你上往下的他在对他讲话。这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数千年来我们都有这样的讲法，要如何做，如何达到对，如何进行对话。人们讲了又讲，要如何处理问题，解决冲突。对我来说呢，我认为目前的阻碍的我们要排除一种想法，就是说某某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都是指责别人，而没有去探讨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想，我们是问题的那一方，我要改变我自己。那对于艾利·马塞，我有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针对 Eddie 的问题，我再看问一遍。我发现 YouTube 上面的内容呢，非常的有意思。继续问 Tim 的问题，我在想，我们要多多考虑呢，应该如何。我们要让如何让媒体更好玩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江南风格吗？这种想法呢，非常的流行。谁会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动作会这么流行呢？有一些和平的团体呢，他们是一种音乐的团体，他们通过街头艺人的表演，这样的媒体呢，在 YouTube 上面非常的受欢迎。我们这里有很多聪明人，大家都比我聪明，我们都应该在一起共同合作，我们来达到学习更好的东西。关于冲突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领袖在现场。在我们国家斯里兰卡呢，我们有不同的宗教，这有我们的僧团，他们是佛陀的后代的，这个僧团的后代，还有基督教的教士们，还有穆斯林教的，他们都谈论一件事情，就是慈爱、和平以及兄弟般的情谊。所以呢，我认为在斯里兰卡，我们这个国家呢，当有冲突的时候，他们都去寺庙，他们都在一起坐下来会谈，他们进行祈祷，时间会改变一切的问题。在教会里呢，每星期天他们都去，他们去做祈祷，去做忏悔。穆斯林的人呢，他们都坐在一起吃饭用餐。时间会改变一切，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多数的冲突当中呢，我认为呢，我们的这些领导他们做了很好的事情，他们把所有的宗教领袖都召集在一起。I was scared to tell that I'm a Sinhalese Buddhist because we were branded as killers. 曾经有一度呢，我们辛哈拉族的佛教徒呢被指称
认为我们是凶手，我们是杀人犯，因为我们在这国家有30年的冲突内战。在战争当中呢，有很多的误会。目前呢，感谢我们的总统，我们现在有和平。我们想对，我们想问问题。现在有位警官，我的兄弟也是一个警官。警察，你们是如何在解决？你们要如何解决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冲突呢？我在这里呢，并不是代表警察，我代表的是一个青年人的团体。我并不代表警察身份在这里，我代表的是一个青年人的团体。请把你的问题再问一遍，我想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你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呢？如何解决非？我跟年轻人，我们有一个叫做年轻人的团体，年轻人俱乐部，这是警察的。我要跟他们讲宗教的时候呢，孩子们他们都不会听，他们也不想听，所以呢，我会跟很多人在一起联系。这些人他们在那段时间，青年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呢，并不是说他们这些人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只是还没有发觉他们想要信什么信仰而已。但这些人呢，他们还是愿意进行对话，我会跟他们进行联系，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天生来说都是心都是好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喜欢，都是想被爱。我们想把这些信心，这样的信息告诉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就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这样，我个人呢，对于这个斯里兰卡的内战呢，我们了解不很多，甚至可能是因为媒体的介绍不正确，我们了解的不多。可能我想，我也可以通过我们国家的媒体来更多了解一下关于斯里兰卡的一些历史，希望我能够做一份报道，来告诉全世界呢，斯里兰卡是多好的一个国家。我想问一个问题呢，大家都谈论到这个社会媒体。比如说来通过社会媒体来达到和平，还有个问题呢，在很多媒体当中，他们会使用媒体会来侮辱很多的宗教，比如说最近呢，最近有媒体的一个电影，还有《达芬奇密码》这样的书，在 Facebook 上面呢，有一些最近呢，还有另外一种印度教和的一些牺牲的一些事情，如何通过媒体来达到和平呢？
如何通过媒体来避免这样事情发生呢？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制造了很大的问题。有些时候那些问题呢，并不是整个媒体造成的，而是某一些小部分人造成的。那么我们要如何预防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呢？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在澳洲呢，有一些就是问题和危机的处理方法，在一比较高的高度呢，应该有一个。有一些这个危机处理的预防方法，或者说有危机要如何处理。另外呢，在澳洲我们有一种立法叫做不能够在媒体上写任何关于仇恨宗教的事情。如果在媒体上有仇恨媒体的发言新闻的话，这样会受到处罚的。澳洲呢，当然呢，很多事情都是很公平的。如果媒体呢，如果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别人也会。There is always going to be negativity in the world. It is up to all of us to promote that. 全世界呢都会有不但有负面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要更多的来积极推广正面的东西。And if those seeds are being sown on Facebook, 如果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呢，如果有任何的不良的或者是负面的信息的话啊。在澳洲呢，我们最近有个事情是有个女孩子被谋杀了。那有一些人，有个女孩被谋杀了，很多人对这个谋杀人犯呢表示了很严重的抗议，并且写了很多不好的话。那些不好的话呢，最后是被拿掉了，因为他们的仇恨的话语会影响公正的审判。我想给多一个例子，在澳洲有一个样的一个事件是，在网上，通过 YouTube 或任何的方式呢，他们在网上或者。他们讲了一些比较有种族歧视的话语，社区呢受影响很严重，有些人觉得被冒犯了，那么导致呢他们上街进行抗议，出现了暴力的行为。那这样的暴力行为呢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这就显示说他就这样事情发生了之后呢，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ny faiths and those leaders of those faiths quickly went to the media with other community members and spoke. 在这样情况之后，很多人立刻向媒体进行解释，他们说在 YouTube 上的一些人的意见并不是表达的宗教的意见或者是宗教团体的意见。通过媒体他们就说了，这并不是主流媒体或者是主流团体的意见。Had we not had those connections with those leaders, or they did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forward. 还好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都出来在媒体上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没有及时的这样做的话，澄清的话，可能今后会有更多的问题。30年的战争之后呢，我们非常高兴的。我们感谢我们的总统，同时呢，今天的会谈呢也非常
especially Noi and the police organizer, one of the gentlemen and one of the madam.感谢各几位发言人的分享。我看到呢，在昆士兰的这个小镇的很漂亮的照片，这位女士同时也提到了。我们很高兴的，媒体上有一些正好的新闻，正面新闻。我们三十年战争之后呢，我们现在都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在我们的报纸上都有很好的消息。斯里兰卡呢，在我们的总统他有很多的想法，要让斯里兰卡呢，这是我们总统的目标和意愿。同时，总统认为呢，总统他。指派了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这些人作为协调人员，我本人是印度教的协调员，非常感谢你们，这是我们第一次，今后呢我们希望这样的会谈对话会更多，希望能够促进在斯里兰卡的和平与和谐。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再提一下关于媒体的事情。我们的老师净空法师他提到了这个宗教教育的重要性。每一个宗教信仰呢，领导人也好，他们的信众也好，他们都必须深入的了解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宗教的教义，因为通过教育呢我们就能够了解他们的宗教，跟他们进行联系，应该能够消除任何冲突的隐患和冲突的原因。社媒体呢，它是一种24小时的服务，如果有这样的24小时教育的话，各个宗教的领导人都能够在网上发布他们的教育，这样他们的信众就能够学习。非常感谢，我们1点钟之前必须回来，所以呢，感谢大家。感谢阿里马提尔·贝瑞，还有悟勤法师以及 Scott， 我大家，你们总统是非常睿智的一位人，你们非常的幸运，非常的荣幸，我们都看到了，所以希望第一，我们今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们想邀请这四位宗教领袖呢来到图文吧，来啊，希望。我们会对你们发出邀请的，非常感谢。